觉得林弄奶。那我问一下了，地公杯啊，如果你觉得我比较适合露奶的话，给我一个醒杯啦。那青蛙池嘛，差不多。而且我后来才发现，它正中间是一个不知道什么动物哎。它其实是不是都是叶子或花？它有树，有动物，还啥的。我就是比较适合这种有领子，然后再古老一点的。昨天那个太现代了，以前那种人穿着那样，以前穿成那样子真的是。出去会被妈骂哎，这件差一定会比较高啊，因为他长旗袍。对，看一个洞，走出去说马尾要外出吃个饭，不被妈拖进来打一打。那个什么，这一次不是超多人都是开到这边，然后就是前后两片拍照吗？我自己看一下。你们有想过老皮吃饭也是吃得很辛苦吗？关我屁事！看你们不要悄悄旁边吃面，小心我宝贝问说老皮要不要去旁边吃哦。好，来就来，就来就来，我就帮你们问。如果老皮真的要在这吃的话，我就把他停在那边。地公伯啊，今麦有一个问题要来问问你啦，吼，今日是大年初四。想要问一下我的台老皮在的原本位置比较好呢，还是老皮要去角落吃派？哦，如果给要让老皮去吃角落吃派的话，给我一个醒杯哈。啊，如果要在原本的位置的话，就不要给醒杯哈。你看，老皮我来吧。我不认北啊，什么叫问错？那我问简单一点，提供伯啊，今麦要来问你一个问题，请问姐，老皮要不要待在角落吃派？如果他应该待在角落吃派的话，麻烦给我一个醒杯，吼，请支持一下。你看，什么叫老天爷听不完？我已经够简短了吧？那我现在再来一次，看他是不是系统坏掉。我没问哦，你看系统没坏嘛？老天也听不懂你的台语。好，北阿能不能让我们看腿腿？我就这样问，我就问提供北可不可以让大家看腿腿？提供北啊，千门姐哈，能不能让大家看我的腿腿啦？可以的话，给我一个醒杯，恰力支持姐。你看，这不是我在搞了吧？这不能怪我了吧？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这么不可以看腿的啦。我是提供杯的查某囝，怎样不？提供杯在保护我是不是？真的觉得你弄奶？那我问一下了，提供杯啊，如果你觉得我比较适合露奶的话，给我一个醒杯啦。提供北是不是想要动我才录？提供北是不是要动我才录？什么意思？提供北是不是要动我才录？提供北啊，我做这个我可能没饭吃、欸。提供北，我不要听，这个坏掉了吧？提供北刚刚没跌啦，都还不是提供北啦。原来提供北不喜欢腿，没有。我们现在得知一件事情，就是提供北不是腿控，昨天就已经有穿了。提供北还是不是在昨天的余韵呢、啊？还是我放昨天 VOD 出来给提供北看一下？去换啦、啊，不要啦，换衣服有个麻烦的，你们以为换衣服很简单哦、喔？好啦，看腿啊，叫老皮去旁边啊，老皮去旁边，老皮就牺牲你了，好不好？提供北这样子，你们任性一回，我也任性一回。好啊，我就把老皮移到旁边，好不好？这件事情就取代了。有没有人想要我帮他把杯的？那问个我该不该买 NS？
那卡瓦，你要打赏一下哦。好，我们还是要说一下，询问 OK， 随意打赏，什么一个小起点啊，几个小起点都没有关系。但这个是你知道提供北需要一点的，这个我们还是花了一点神力，就必须要有点回馈，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。OK 哈，来要来帮卡瓦问一下了，提供北啊。温家五级有一位叫卡瓦哈，阿卡瓦想问，今年可不可以买 Switch 啊？可以的话，麻烦请播一集嘞哈。买，卡瓦事不宜迟，现在立刻下订单，甚至买五台，我觉得提供杯应该是可以的，或者说你直接去提供杯那边烧一台给提供杯。我标题打了啥？我忘记了。哦，善男信女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你们要当善男信女的，有什么疑难杂症想问的，就可以直接打赏帮你问。所以啦，一小起点啊，什么一块钱、十块钱那种都可以。提供杯啊，机器人杯问一下哈，今年伊有桃花源不？有没有适合的女孩子出现在机器人旁边？哦，请支持一下。来，寡播，现在是醒播耶！机器人，提供杯，提供杯，觉得有机会了，提供杯坏了啦！你们不要这样子，你们很过分。我也想问问提供杯有没有桃花运？没有桃花运。哦，你问桃花运是问的比较广哦。好了，来文杰哈，提供杯啊，四号有没有桃花运？请你支持一下。好，麻烦给一个醒杯。有啦，提供杯动力有啦，哈，就是讲时间爱未到，不是不到，是时间未到。赞的，赞的，赞的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就可以当神棍了。体验过后存款少80万，你不要在那边，你不要在那边唱衰人家提供杯给的祝福，你们这种真是不要在那边，自己没有就在落井下石，这样吃相不好看，你们不要这样，我们给你祝福。对啊，一个人也挺好哎，没有哪里不好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一个人，你们要看台什么的，也没有人会阻止你们，对吧？也不用还要在那边请示一下，就说哎、欸，女友大人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去看一个白痴开台吗？我相信你们在问那个白痴是谁的时候，肯定不会说我的、啊。哪里有白痴？问哪里有白痴这问题有白痴啊！哎、欸，我开镜像，这是我的左手，右手在这边。你才是白痴 ！Take off！ 现在实况都在图奇进行，所以快到图奇搜寻 RABY7721 瑞比列车长，欢迎大家追随和订阅，订阅者还可以进 LINE 群组跟大家一起玩哟。